福的出窍，我全部忘掉。你的磊子突然，我现在要抓几个幸运的练习生跟我一起跳舞。现在我要抓几个幸运的练习生和我一起跳舞。你的磊子突然出现，磊子，我们一个寝室的，你这次抓周瑞去跳舞。你找到你的风格了吗？他说他就情歌，我就谐星，我搞笑，你不要跟磊子抢。我搞笑搞不赢董云磊，哎，你想要跟我一组还是董云磊？我跟你玩。我有种感觉，峰哥这次还跟多一磊一组。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。一开门，磊磊。啊，下一位练习生，董云磊。峰哥，山不山水转，江湖再见啊。没看过的颜色，我走了。我看到董云磊，我会吓到。你说我会看到磊哥吗？为什么会突然紧张？就为什么会突然紧张？走个教室而已。下一秒，磊子向你靠近。这什么意思？就只有一张吗？哎，你跟董云磊一个颜色。